最可怕的是披萨来了还没排到，看这样也太 over 了。最恐怖的不是，最恐怖的是杀到剩下一个人，披萨都吃完了，那个人还没有走出去，不知道躲去哪里，也不动，这才是最恐怖的。把披萨都吃完了，他还不动，还在里面挂网，跟早上那个一样。哦，这个地图超糟糕的。确认一下地形而已。还蛮想吃披萨，可是一个人不能叫，吃不完。这张图的好处是两个门都在这一边哦。好了，去找人，该去找人了，不能这样玩。最后的一个人也在吃披萨，每步跳的没有比较少，是不是？其实差不多。可是我觉得那边排到游戏的时间比较短啊，所以相对的其实也比较容易。你们这感情有多好啦？妈，全部都在同一个发电机那边修，是有事情猜陷阱啊！你早被夹到那个。哎，过来送头。先好了，玩一天大家都饿了，你们也饿了吗？我看到了，不要走，你不要走。在哪？哎，你不要走，你不要走。哦，天啊，大丰收！可是这样分数很低呢。等待一下，等下就有人来了。就去那边，他要救那个人。岸边，出发！两个王八蛋都在修发电机，都不救队友了。给你们机会救我，走这么远了，我要回去喽！我操，这不是吧？没有先拆陷阱，那边干嘛？好，我来了。
过来了啊！哎，没看到，我转的我头好晕哦。好。 不好意思啊。 没什么，其实守尸体，可是你们三个都在这边，我不处理这边好像不太对啊。再倒一次，看你还能跑去哪？ 再挂你一次，你刚才有血可以挂吧？就是你。 你不啰嗦，这不就是个刑场的概念吗？我操！ 直接死了，他被关太多次了，去找人喽。
在哪里？请问你们在哪里？看到了，然后有人在我旁边，但我不想管你。好的，开两台哦。在哪里？也不好说，这排人排得快，数值差的也一堆哦。我、啊、靠，可是排得快，我觉得就是一个蛮重要的点吧。哇！哎、欸，快跑啦！看到了不是吗？要死了！算了，我们早点结束好了。我想有点想吃饭了。好惨！那个。不要挂网就好了，谢谢。Hello，Lucky 花，我先把这人找出来好不好？这个是一个鬼抓人的游戏啦，这样讲比较单纯。那等我一下，我先把这个人找出来，我没有办法同时就是讲那么多。屁话可以啊，可是这个可能要认真介绍一下。简单讲，它就是一个五个人一起的游戏，然后里面会是有一个人当鬼。哇塞，放弃治疗哦，完全放弃治疗哎，这个，好，可以讲了，我来讲。杀手的目标就是要把他人抓到之后放到锅子上面献祭，就会像这样。玩家目标呢，就是要把那个发电机，咕噜咕噜很吵的那个发电机啊，消失了。玩家的目标是要把五个发电机通电之后，开启这个废弃庄园的两个逃生门逃出去。然后，就这样，其实没有很复杂，就这样子而已。然后他在玩什么呢？因为主要是这个游戏它很特别的是它的游戏机制啦，就是。一般的游戏就是它其实会希望你就是压倒性的胜利或者怎么样，就是你的技术 outplay 对方。可是这游戏比较不是，它大部分的就是分数是建立在你跟对方互动之间。那就是，所以你需要透过刚刚是谁 follow？谢谢 Lucky 花的 follow，谢谢你的追随。就是它是透过这种方式去得到分数，所以有点机制上不太一样。它不像一般的游戏，像 LO 或像任何别的东西，是你得要很强很强很强，你才会觉得好玩。要不然就是很戳很戳很戳。这游戏比较是，如果你是 survivor，就是生存者这边的话，你可能得要想办法在没有办法沟通讲话的情况下去，引导其他人做一些事情，你才有办法完成这个游戏。那如果是。谢谢 DJ 185的 follow，谢谢你的追随。那
就是另外一边，如果是杀手的话，是鬼的话，鬼的目标其实他除了要把对方杀掉以外，其实他在杀掉对方之后，要先好好的玩弄你的猎物一下，有点像猫咪一样。为什么？是因为它的四个计分标准，我转回去看，我们刚刚的四个计分标准里面加总起来，就是其实都是四分之一而已。那击杀玩家的分数在 sacrifice 这边，它只有办法到这个数字，就算很高了。所以，如果你要有办法拿到高分的话，你必须要在前三样分数里面去做累积。他们是来自于别的地方，你怎么样跟玩家互动才会取得这个分数？比如说，你去追他，你发现他，你伤害他，你抓住他，你让他跑掉，你让他流血，各式各样的动作都会有加分。就是你要透过那个方式去玩，所以杀手很妙的一件事情是你今天很快的把四个人全部都杀掉，不好意思，你分数可能没办法很多。就算你拿到很多好了，你杀四个人拿到6000分，你其他加一加你是有可能连1万分都没有的。可是如果你今天放水让他跑，让他走，让他有机会可以有队友来求帮助他求生的话，你可能杀两个人就1万多分了，这个是很常发生的事情。而且这个游戏。